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黑子。这一集开箱这一件 Double Tapes 的 Breakfast。这一件衬衫发售的时候询问度没那么高，但是食品出来之后，真的很多人在追加。那我拿到之后也觉得真的做得蛮好的，材质是用 Oxford 的。那在中间这些，算是布条吗？它的刷色比较重一点，那相对的就会有色差，其实是一样的布料。OK， 那整件就算工装必备的背心，那背面就是经典的 WTVUA 的印刷。口袋的部分，这件比较特别的是它，以往我们背心都会有，可能会有侧边的口袋，比较方便，比较顺手。这一件的话，它全部都是改成这样子缎带设计的，直式缎带设计的那种造型。版型上的话，这件是一号的，那我觉得我个人会拿到二号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近一点细看细节好了，领子，然后像是选用这种比较有做旧感的扣子，拉链。内里部是车两层的，看一下还有哪里 ，OK， 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有问题的话，一样可以从下方的资讯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。